杨大厨，干嘛呢？这电池怎么丢了？电池丢了？你怎么不把人丢了呢？张娟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你家离这里有20公里呢，你想把车推回去吗？不用了，我打车回去。打车？现在这边有5个会议，从哪能看到一辆车？你看看。走了，我送你了。好吧，但是路上谁也别跟谁说话。那要是说了呢？谁说话谁就是小狗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养小狗。吃什么口味啊？我不，草莓的。两个草莓。好的。一妹又。勺子。谢谢。谢谢。一妹子，欢迎光临。休息我吧。你跟老韩在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告诉我。为什么要告诉我？那就是有事情了。行，
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要警告你一件事情，千万不要喜欢他。我喜欢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